个比较便宜啊，便宜一点点而已啊，还蛮多了吧？这个酒 多一个就多500块，怎么可能没有便宜？你斜杠效应，这一个这样换算一个多少？这个多少个八？一个150块吗？啊，这个一个多少？这个快要200块啊，180、190。它是它品牌啊。啊，你说没有比较便宜？有啊，有比较便宜。便宜一点点而已啊。啊，都买 Brita 为什么不买原厂？Brita就是。